大家好，我是背着你跳舞的导演李云婵。背着你跳舞是同时拍摄媒体剧以及电影，然后是由徐若瑄以及杨佑宁所共同主演的。徐若瑄所饰演的是一个芭蕾舞蹈巨星，但是在一次意外中摔伤了她的脚，所以再也没有办法跳舞。杨佑宁饰演的是一个对外星人非常有兴趣，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飞碟的一个货车司机。这一次我们的拍摄就不是照本宣科，我们并没有照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剧本，然后照着剧本里的台词讲，因为这是我第二次跟 Vivian 合作。那么杨佑宁我们之前也认识，所以在开拍之后我们先拍他们两个人的戏的部分，常常我们是在现场一起讨论，那他们两个人也会提供他们自己对角色的想法以及很多处理每一个戏的新奇的 idea， 然后我们讨论过之后才会把这个戏怎么拍给决定下来。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跟演员一起共同创作，那创作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奇古怪的故事。